可能是因为我女朋友不喜欢我的奶头，她就这样，我找不到，她就觉得我胸部这么大要干嘛？所以这样多久没开机啊？半年，至少半年。再这样下去，婚姻可能会有点危险。蔡允杰惊爆产后忧郁症，跟老公半年没炒饭，太痛放弃。身边的人已经开始在催第二胎了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大家看我们这样子，都想说我们可以平安健康的活着，就已经觉得很好了。34岁蔡允杰去年剖腹产下圣诞宝宝小福星，不过、女儿泪腺发达，跟老公每天几乎都无法睡个好觉，她怀疑自己也因此产后忧郁。现在夫妻俩不仅分房睡，还半年没炒饭热。想嘛哭，哭哭不可以解决事情。所以你现在真的暂时没有考虑第二胎这件事情？不敢想，他没有到一定的大小，比如说你可以跟他沟通。如果两个人一起哭的时候，我应该是不会就会三个人，就会四个人一起，感觉很那个人伦悲剧哎。那你现在罩杯应该不得了了吧？嗯，没有两，看起来很。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喝我的母奶，对，可是我的母奶不够。比如说他一天可能要假设六餐，对，我只够三餐。可能是因为我女朋友不喜欢我的奶头，所以无论我再怎么勤挤，也没有办法更多。我后来上网查，他们说如果你胸部太大，你把它放在他前面，他就一哭，因为他找不到，他就这样，我找不到。他就会生气，你把他的头这样抓着。直接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在月子中心或者是刚回来的时候，你不敢，因为你跟他不熟，你会觉得说太大力，他会痛。我也现在很熟了，把他头固定住，把奶直接塞在嘴巴里面。所以这样多久没开机啊？半年，至少半年。怀孕期间有吗？有，但是他自从知道是女儿之后就没有了。而且网络上的很多人就说什么，问小孩说你有没有看过爸爸，然后他说有，所以我老公就觉得说不行。对，而且后期我肚子真的太大太吃力，不然这样在健身。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刚好有那么一点点的喘息空间，可能老公也认为太久没有满足我了，对，然后我也认为太久没有满足老公了，再这样下去婚姻可能会有点危险。对，所以我们两个都很试着很努力，在眼睛都张不开的情况下想要试着重温一下那份感受，但是就是不成功。他有硬起来吗？有，只是你没有办法。我没有办法，太痛了，那一个小时对我们两个已经来讲已经是度日如年。